无声行奇，不朽传奇，欢迎收看《高声传奇》。顶回的故事讲到离开家乡的空海大师，因为无符合参加分道市的资格，故而偷偷拜入秦朝法师门下，下发成为一名师道僧。大师25岁时，只是一名尚未受基础界的沙弥，将入最深意见读佛经。伊未识在即个广阔佛海中，唯有读到虚空中求闻启发时，有心之所向的感觉，其余等级拢无带予伊同款的感受。突然，脑中浮现世尊的圣言，空海大师认出那是为伊当代时的佛祖造像，嘛不停地前往内容。当日下暗做了一个梦，有一道声音指示伊去找找《大日经》，说这部经典可以为伊解答疑惑。大师来到了求弥寺，幸运地在此找到《大日经》的译本，可惜内面的密咒已印刻太过艰涩难解，辗转找找，见到了索果高僧如宝法师，请伊为自己解释经典。无想到法师也无法感明其中奥义，如宝法师的建议，让伊开启了西行互动的念头。在本集节目中，空海大师的遣唐之路能够顺利进行吗？今天的高声传奇系列接续顶集，继续为大家介绍空海大师的传奇故事。西元630年，苏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批的遣唐使，直到西元894年废止。200多年的时间，已经派出19次的遣唐使团前往大唐学习中国文化。一只使船可载100多人，出塞大唐需要4只使船，人数庞大，其中包含各种职业的成员，除了大使、副使、随行官员，也有判官甲律师，同时也会配备数名守卫士兵。半数以上的成员为刀师及水手。除此之外，包括医师、画师、乐师、主神、瀑布、阴阳师、玉女、书生，也有木工、竹工、锻工、玉工、坐船刀枪，船师等枪人也需一同前往大唐。自从在东郊提示遇到如宝法师后，空海大师经常会去找伊请教。如宝法师口中描述的大唐盛世，让伊越发的心生向往。若空海大师想要入唐求法，唯有加入遣唐使团，以留学生的身份才有机会。但是遣唐使团不是年年拢有，也并不是人人拢能参与。距离顶次使团出发已经过了10多年，下一次也不知影是何时。正当空海大师看到桌顶的大悲罗耶那经满面忧愁地叹气时，东郊提示中的一名小沙弥走来甲伊讲，随如宝法师拄拄啊得知消息，朝廷中央厅公布，在延历20年西元801年8月，正式成立第16次的遣唐使团。伊2年后为南浦镇出港，
前往台东。空海大师喜不自胜，心想让伊拄着家为十数年的遣唐使团派遣，真是天时良机。这或许是伊此生唯一的机会，应该好好把握这时。虽然也有两年，但眼下有不少难题要克服。伊是罗上所属的主娘，你是伊目前仍是一名师徒精。思来想去，或许无故阿多大爵可以帮助伊。阿多大爵向伊说：出塞台东的路真辛苦，尤其是海上路途，十分凶险难测。六年来反复失踪的尊者不胜枚举，伊若坚持前往，极有可能一去不回。空海大师坚持己见，违法罔顾，为了要一改对大日经的讥笑，此番西行互动实在必行。阿都大爵熬不过空海大师的要求，只能为伊四处奔走，疏通关系，祈求大师在罗香岭加一个人帮忙照应。事实上，第一次的师团名单中并无空海大师，而且原定的四只师船出航后无多久，便在海上遭遇风暴袭击，整个船队受到严重的影响。也有部分留学生因为船只沉没而失踪，于是船队紧急返航，修理破损处，补充物资及损失的能力，又耗费了一年之久。作者人在此处海难中受伤加死亡，有一挂目睹海难的幸存者，纷纷鸣声去替伊。无愿参加第二次航行，为了保障五百名师团成员，日本朝廷再次发出遣唐申请。这边人员严重不足，朝廷依旧对遣唐师团资格有严格的限制。遣唐使代表着国家形象，因此在选拔参与人员时，有一挂重要原则，需要有良好的教养、高洁的品行、容貌秀丽、行为举止优雅等等。这对于不在首批名单中的空海大师而言，是一个好消息。大师的名字成功地出现在轰动的留学生生源内。全拢仰赖阿多大爵请求伊吾亲王的协助，左撇是一族的支持，以及东郊提示的卢宝法师、为其剃度的昆超法师，甲赞伊伊共同修习虚空中九门持法的观行师何明辉上等人的推荐。这让空海大师得以如愿以偿，获得加入遣唐使的许可后，空海大师也有一个上重要的问题尚未解决，就是以师徒精的身份，遣唐使团会对外开放予各路僧侣甲学士来申请，录取后。将其分作方特名长期居留的留学生甲留学生，也有短期停留后便随遣唐大使回国的返学生甲返学生。每一批只会有十名左右的留学生。按照规定，留学生需要在台东滞留学习二十年了后才允许回国。虽然留学的费用由东条政府提供，但所补助的钱只有够生存、住如白书之类、故事、
买发起等费用拢爱家己负责。因此，长达20年的异国生活所费不足，毋是啥人拢能负担得起。在当时，返学生的地位明显高于留学生，因为返学生拢是已经具备相当的学问基础，以及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人。因遣动的原因是为了向东京请益，并收集相关佛教文献，所以因只需短期停留后，就可随出塞一官员一道返乡。当孩子被卡通动画吸引时，我们已经为孩子敞开了学习的大门，用孩子的高度看世界，让教育与智慧体现在生活中。邀请大家一起来护持节目，让孩子开心的笑声永远围绕在我们身边。节目护持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为了将苏道经空海大师变成国家所承认的官道经神分，众人各尽全力地为伊留位。空海大师于延历23年4月7日得道，4月9日在唐代时的戒断院由东京太真和尚为其授予基足戒衣食。经过日本国编书署属日本校记中记录，空海年31得道，入唐留学。咱可以推断出朝廷机构放宽对空海大师承认资格的严正考察。大师并无参与国家分道次的考核，即便副堂的路途为其束缚，难以有穷。依然吸引诸多想学习大唐文化、经济、政治、技术与艺术的人前往。无多久，就填满遣唐使团的空缺名额，处处出访名单中。较为有名的人，除了空海大师之外，也有以大师共请师徒平安三笔之一，作为留学生的教育社。而在留学生中，则有毗卢山的妙定大师、圆寂法师，以及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大唐封为三藏的幸福寺灵山法师。不得不提，也有以返学生的身份遣唐的最顶大师，伊在归国后开创了日本天台宗，被封为传教大师。在空海大师日后的人生中，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。延历23年5月，日本史上第16次的遣唐使团重新出航，站在甲板上的空海大师回顾这段期间的准备，非常感谢大家对伊的帮助，在短短数月内就为伊争取到出塞大唐的资格。望着郁郁葱葱、青山密密的家乡国土，伊诚心叩首一拜。告别亲友故土，也告别自己的过去，回首眺望前方一片蔚蓝海洋，期许自己能在圣西大同找到人生的方向。启程之际，正在初夏时分，海面风平浪静，带着微微凋谢的海风迎面而来。空海大师、定远大师以及极玉社共同乘坐的一号使船，为南浦丁港出发。而最顶大师随副师石川道玉乘二号船，为德智
现今福冈一带起航，四只遣唐使船聚集在日本的最后一站，如今的九州西部地区，为全国的电报港，做最后一次行程检查，而后正式西航朝大同前进。在迄个年代，日本人为了祈求出海平安，有供奉十一面观音的信仰习惯。因认为十一面观音是最吉神，令庇佑航海安全。十一面观音又称十一面菩萨，或是大光普照观音，为六观音之一。所谓的六观音，就是圣观音、千手观音、码头观音、十一面观音、尊体观音、如意轮观音等。十一面观音是菩萨为了拯救六道有情众生所实现的化身，有十一面两臂、四臂和八臂等形象，每一面都有不同的表情。正三面为执政相，右三面是愤怒相，左三面是来意相，后面是笑怒相，立在正中央的即位如来相。传说空海大师五年得到一座十一面观音像，便在此处建造一座佛堂，就是现在日本行业观音寺的前身，也由空海大师所开创的四国八十八所灵场的巡礼之路中，就有十一座灵场内面供奉着十一面观音菩萨。灵场在日本通常是寄神社、寺院、佛梦地，航海路途遥远。真紧的，船顶的人开始感觉乏味，起初觉得无比美丽的海景成了千篇一律的国色鬼面，炎夏的海风吹得人心色动。奇妙的是，唯有空海大师仿佛察觉未到周边的沼泽甲礁石，每日进笔集书，在顶上书籍的空白处写下注解。一日，爱好书道的郭益世，就已经过空海大师身边，瞧见伊在海东的船板上依旧写得一手安稳、恭敬有力的毛笔字，深感佩服。上前一直攀谈，一来一往，两人成了好友。海上航行数日，有眼尖的水手发现前方的海影亲像比前几日较悬，海风吹甲人浑身黏腻湿热，是风雨欲来之兆。下晡，原本阳光灿烂的天空布满乌云，云层深处传来阵阵闷雷声，豆大的雨珠坠落在众人身上，清澈湛蓝的大海变得漆黑汹涌，一泡泡浪雕拍打着船身，为只使船在大自然狂风暴雨的石光下宛如一袖的扁舟，渺小加不可思议。灵源大师将水船修好的十一面观音座像请出，暗暗地捧在怀内，调着雷电交加的天空，大声上念金刚不坠经，祈求神明保佑，予因一家人平安度过此难关。一道道巨龙如同开着血盆大口的野兽，要将因尽数吞没。船只在海中摇摆不定，空海大师端坐在原地，
加入丁原大师念经的行列，也爱众人卖惊风，静下心来聆听经文。不妨事隔一夜，直到隔日透早，才得以脱离暴风窟，环顾四周，茫茫大海上不见其他船只的踪迹，只有因的船在缓慢前行。大师命人与其他船只联系，但拢音信全无。再往前行时，发现木制船体泛滥不堪的残骸，仍定会在海上漂流。查验后，确认三号及四号船全部覆没。幸存下来的人无时间悲伤，船长趁着天气好，赶紧抢修船只受损处，偏离入洞轨道的一号死船，在汪洋上漂流了34日。船上的人民正属记录，一片死气沉沉。大家拢认为早晚要葬身海上之时，有人兴奋地大喊：“是落地，咱可以靠岸了！”所有的人顿时为推送的氛围转变成高涨的激情，水手因卯足全力，将船驶向港口处，为当地居民口中滴滴。因抵达了中国福州中溪关的赤化镇，以一号死船将船落来的二号船，比因先行一步在明州靠岸，好不容易到达岸上，石川副帅却不幸病故。最听大师若干人强忍着哀痛将伊落葬，改由随行判官官员清光改行副帅之职。伊存落来的27人，于同年的9月1日，为明州出发，前往都城长安。好不容易克服海上难关的狂海大师，能顺利的前往长安吗？大师一家人在台东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困境呢？后续发展，请静待下回分解。